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今天是1月25号，珠海这边的天气开始回暖了，也出太阳了。后面大家过来这边旅行，应该穿一个外套，里面再带一件普通的衬衣就可以了。前两天天气降温到那个个位数，现在又重新上到10多度、20多度了。然后大家今年可以来珠海这边过一个暖亲，过一个天气炎炎夏天的春节了。然后这里就是珠海长隆海洋王国，今天我们看到的游客还是带外套的，你们就应该没有看到穿羽绒服那么夸张了，天气还是很好的。希望大家春节期间都可以来珠海这边过大年。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哈。